换刀，先把这个切换位，拆掉，然后把这个刀往这边退出来，然后再把刀拧出来，把螺丝松掉，哇，这刀真快啊！
大概对一下这个刀位，对到这个槽，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对的准不准，要等一下看，等一下刀离得近一点的时候再去看。 这边不要用力推。
夸好了。下一波。